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76集的节目。今天早上呢，我才刚拍完 New Age 的声波，那我今天晚上呢就来给大家做这一款Hasbro 版本的一个网飞配色版本的声波，还有它里头所附带的磁带部队当中的激光鸟还有机械狗。那么这一款玩具的话，目前在台湾的价格呢是一路的飙升上去啊，台币的话呢，目前的话可能都超过，我看到最便宜吧，之前最便宜好像1800，那现在可能都破2000还什么的。那其实这一款我第一时间就入了，当时我是跟这个 Voyage Class 的一个 Artemis 版，因为它是两个绑在一起的，那我当时只是基于一个收集欲呢，就两个一块买啊，没想到说呢原来这一款玩具会现在会这么抢手呢，是因为它有一个改模可以变成收录音机。那因为先前呢，我玩具我只看正面的时候呢，我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这个围城的这一款声波改个颜色而已，怎么会价格能够改个颜色，价格能变这么高，我觉得是奇葩。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它是有改模的啊。那我今天的话呢，就来给大家做这一款。那我会推荐这个套组，是因为如果它的价格是没有涨起来之前的话，我会很推荐了啊，因为它附带的两个小型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小玩具的话呢，跟它的人物呢是有直接关系的。其他这种配件包呢，佩戴的玩具呢都是那个可以变成武器的这些小型机器人，但是我觉得带入的感觉就不是很强啊。但是这一款的话，就机械狗、激光鸟还有声波这绑在一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套组的话呢，我个人是会比较推荐，以及它可以变成那个非常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收录音机的一个形象。那我们来看一下小配件啊，这个也不能小配件啊，其实也是做的相当可以啊。这个机械狗的可动的话呢，原则上后腿的话呢是要完全的给打到最后面卡住啊，那整个腿是这样动就可以了。前方你也可以往前动没关系，但是呢就会相对来讲，就是我感觉都没有推到底这么样的好看。以及它没有尾巴吗？我不是很清楚诶，有点忘记了。它应该是不管它是美洲豹还是机械狗啊，不管猫科还是犬科，应该都是要有一个尾部吧。那后方有一个什么 Japan 啊，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像刻度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有没有什么致敬什么，我是不太清楚了。但是我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机枪的一个非常小，但是还是有做出来的一个机枪。狂派的标志呢也是有印出来的，头的可动呢只能够往下往上，那前肢的话呢可以整个根部可以动，还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往后动的一个关节，不过这是一个逆向的关节了。那另外的话呢是一个 laser beak。激光鸟的造型就非常经典了啊，它一样的一样都是有狂派的标志啊。这一款声波的狂派标志真的是诚意十足了。这里一个激光鸟的头部啊，还有一个以及这个它本身就有一个胸口啊，现在的玩具呢要看到狂派的 logo 还真是不容易了。那它的话呢不像这个 NA 的那个版本是有磁铁啊，这个是没办法放到上面去的。那我们就简单的话呢给它进行一个变形好了啊。这个部件整个往后翻，头部的话呢塞到这个部件里头去，然后呢将翅膀直接往上翻就可以了，两侧的一个脚往两边给打开，就变成了一个磁带的一个造型啊，非常简单好玩的。然后呢这个非常标志的这个按钮按下去，那就可以把激光鸟给放到它的一个胸口，变成了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变形金刚声波的一个磁带部队跟它的一个之间的一个互动啊。这个放不进去啊，盖不起来。OK, 盖起来了。那么呢这个声波这个人物的话，个人是觉得是非常忠实于 Megatron 啊，他跟震波不太一样。震波是认同 Megatron 的理念，但是声波可以说是完全就是密卡登的忠实粉丝啊。不管密卡登做什么决定还是一律支持的。那这个机械狗的话呢一样啊，我们先把这个头的话呢给缩进去，那这个缩进去之后呢再把这一块部件啊，它是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卡住的一个关节，把它给松开。这个灰色部件跟黑色部件是中间是有个关节的，这里有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松开。然后把这个板子的话呢，哎，我们可以先把腿给往前翻好了啊，这里也是一样，腿先往前翻上去。好，翻上去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整个部件往前面折进来，它就整个缩小了。缩小之后的话呢，我们推到这个部件，再把它往上面翻上来。翻上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再进行这块部件一样，往外面推出去就可以了。往外推出去，然后这个形状你把它翻进来，拿这个地方往下放，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个缺口，这个地方有个缺口，跟这个黑色的凸是要放在一起的。这个地方，这里我没有，哎，没有，应该先把它给推进来啊。这个地方先推进来，推进来，这样子，嗯哼，这样子 ，OK。这边好，
这个其实乱变也可以把它变到位啊，这样黑色的一个磁带，那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啊。这个红色的话呢太抢眼了啊，我们不如呢放上黑色，但是呢你可以在放的时候呢，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机械狗的这个磁带的体积呢比这个激光鸟稍微大一些，因为你在放的时候就感觉是有点填满的感觉啊。那我们就一样，当然打开的话是没有问题，还是可以正常的做一个磁带的一个运作的。行，那我们就来顺便比对一下它跟之前的一个围城的这个模具来讲有什么差别呢？首先第一个啊，我先讲一下我这一款配色可能跟各位不太一样。第一，我有喷消光漆；第二，我有给它渗一个墨线，所以它看起来比较脏一点点。那两个最大的差别，最明显是背包。你看到没有，原本的一个它是变形成一个战舰形态，它是有个大背包的，但这一次完全的简化掉了。那我要提一下啊，我这一款的话呢，这个银色这个部件啊是配件包啊，所以我这个也是可以变成收录音机的，但是它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各位请记得。再来它的一个肩膀上面的这一带造型啊也有所不同了，这一次的一个版本的网飞配色的版本呢则是没有这一块。那武器呢则是完全一样，涂装略有不同而已。你看到没有，这个围城的这个红色的这个线条，以及手臂这个地方有红线条，但是在这一次的网配版本的话则是都没有了，这个红色的线条啊统统都不见了。再来是细节的部分大量的减少，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围城的这个细节，再对比这个啊，你可以看到完全就是一个接近于没有说到完全 G1 那么样的简化，但是就一整个就是朝动画版本的一个缩小了啊，全身上下的细节都是有减少的。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这一代的造型，也就是一个臀部这一代，翻到这边，哎，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臀部的造型也有所不同了，包括后面的这个板子的话呢，细节的一个变动通通都是有的。那其中呢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手臂啊，手臂这个部件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完全就是变成是啊，好吧，你只能说它还有另外附带两个小手炮，因为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除了说它是武器之外呢，它已经等于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装置了，没有用的一个装置了。那一样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手臂，其他的话人形的做的是挺饱满的，那一个一体性也是很好，关节的紧实度都是非常棒的。两个谁好呢？必须说啊，并没有说因为这款变成磁带部队呢就可以完全否定掉它，因为第一载具不同就是有所改模，再来是这个头部啊，你看它这个是一个黄色的透明眼珠，而这一次的话呢则是一个红色的眼睛。那在 MP13 的话呢，跟它的一个日版呢，跟这个后来还有一个美版的 Masterpiece 的这个音波呢是同模，但是眼珠子的话呢也是一个红然后一个是黄吧，我记得日版好像是黄色，然后美版的那个杰作的话才是红色，我记得是这个样子。那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是比较有点小中奖嘛啊，这个面罩的部分啊有一个小掉漆还什么的啊，这是比较让人觉得可惜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直接的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可动的话也不就不特别说了啊，就是能动的位置差不多都能动，就是手腕不能够转啊，其他的话大概你能想象它希望它能动了它大概都能动了啊。后方这个枪的话呢展示一下吧啊。是可以变成一把长型的一个狙击枪的，当然你也可以跟武器呢做一个其他武器做一个简单的结合，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就重点都不摆在这了，这些小配件都给拿开。那它的一个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一样是把这个头部给翻开，然后背后翻开，然后头部呢给放进去。这个地方的变形呢跟早上呢给大家拍的那一个 NA 的版本都是一样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块凸啊，它要跟另外一侧结合。先把腰部给旋转好了啊，这样子，两侧，这里上方有个卡扣要先扣进去，然后下方的话呢再扣另外一侧，这样子两边。OK， 这里不过这个卡扣的一个要求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扣的比较精准一点，到时候它这个造型会比较好看啊，这样子。好，确定了，把它给捏密合。接下来的话呢，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两侧的话呢是内部呢还有两块小部件，将它给翻出来。以及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再把这个腿的话呢再一个这样子往上翻，往上翻之后呢记得早上呢我们在拍那个 NA 那个版本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子，是这个角度上去，但这一款的话是反过来，它是这个角度上来，这个角度上来啊，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那我们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板子的话呢这个后面脚后跟这一带翻出来，脚掌收进去，里头这个部件翻上来，然后往前面盖下来，这个地方的话呢把它给
mesh 上去，再把这个部件呢往上面折上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咬合就可以顺利的把它给扣进去了啊。那这里的话呢，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最上面的洞，现在先不要扣，我们先完成另外一侧。这里的话呢，我是建议直接的推过来就好了，这一带就不要转动它了，然后捏住这个地方，把它转动它的外摆内收的位置，再把脚后小腿后面这个面板拉出来，这个部件翻出来，脚掌收进去，再把这个部件给盖下来啊。这个变形真的是非常的 easy， 不看说明书呢也是可以变形到位，也是可以变形到位的啊。这个扣上去，好，最后的话呢，两侧的话呢，我是建议啊，建议还是吃点力气才能够完全扣到一个稳当，再把这个两个地方给往下面盖下来。好的，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几个小配件给扣上去。那以这个小配件来说啊，小配件来说啊，这个就没有早上 NA 那一款的那个后面的一个收的那么漂亮啊，这个就真的是不得不讲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把它给扣上去。以这个后面的造型来说，早上给大家拍的那个 NA 造型就绝对比这个还要来得好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款网飞配色版的一个Selway 从机器人到一台收录音机的一个变形过程。它的一个收录音机的形态呢，虽然很就是非常非常的致敬到它的一个老 G1 的一个形象，但是呢真的仅限于正面好看而已了啊。翻到侧边来看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呢各种有的没有的，就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甚至它的一个厚度的话呢，就是要么你就只有一半啊，要不然你就把它整个给这样子加厚啊，变成两侧呢是一个大量的镂空啊，非常非常的不怎么美观。所以呢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一个就正面好看的一个正面战士了啊。这个地方按下去啊，这个卡式的这个磁带是可以拿出来啊，这可能也是缅怀一下呢，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才有的一个产物了啊。那两侧的话呢，有这个 LR 左边右边喇叭的一个标志，那以及这一代的一个这个英文的话呢，在合会上面是没有出现的。那上面这些按钮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做出来的一个造型啊，也并不能够真正按压，当然也就没有更没有真的一个发动的一个功能了。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改模的话呢是有比没有好了啊。那附带的两个配件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变形金刚的这个附带的一个小队的话呢，也是比较有诚意的。不过呢这个价格目前是我不知道这个价格为什么能够去飙到这么高了啊，因为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并没有达到所谓以前的 L 级的玩具，那跟 MP 级别当然是没办法去相比了啊。那以变形成这个卡式收音机的V 级的声波来讲，好像也真的是比较少了，好像确实是不怎么多就是了啊。那我的话是运气还不错，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预定了，所以价格的话呢是属于非常合理的状况下就入手了。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